因为它在下面呢，最终长大以后，它会产生一个自相残杀。然后我们围到工厂以后呢，一个一个单个分开以后，那么把自相残杀这一块东西分开了，那么像提高了整体的一个成活率。那这就是我们作为做工厂化的，那就是我们新农人要去做的一个事情。那如果我们能完成整个工厂化的养殖，它的成活率可以控制到70%，那么以后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啊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进行的一个精细的工厂化养殖。